27号晚上7点多，衢州柯城区一个公园里，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把双脚卡进了秋千摇椅的缝隙里。先坐起来，慢慢的。脚别动啊！你自己不要用力，小朋友。你让我会让你爸来，整个人给他拖起来。爸爸抱。他现在不要害怕，就是双方要叔叔不要怕。消防员试图调试角度，把男孩的腿拔出来，但没有效果。秋千摇椅是铁制的，消防员取来液压扩张钳，用衣服挡住孩子的脸部，开始扩张铁管。动不要动，嗯，往外直接往外扩，放这里，然后再扩一下就可以了，往下压就行了。慢点慢点，不要动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小朋友不要手脚不要拉，哎，往上拉，往上拉，慢慢的，好好好，看一下脚有没有事的。哦，还好还好还好，他转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然后脚就掉。上次那个他转起来扶这个东西，他两只脚就进去了。他今天穿袜子什么东西？他说这个奥特曼的袜子，刚他妈妈刚刚给他买的。多大小朋友？14岁吧。4岁小朋友，那很棒了。还好还好。谢谢你们啊，没事。幺八幺八黄金眼综合报道。